德国，偌济人死一片战争吼，我发这个影片。这是最近吼，最近无老久发生的土耳其地震，咱若看会惊未？前一秒钟还好好的，后一秒钟人就没有了，这是工业。现在看了我心惊胆战啊，赵爱母啊，我说跑不掉了。就日本的3.11到咱3.11嘛，3月11号已经做完工啊。当时发生的时阵，好死好侪，死够侪。所以，过去食无事。
师啊，咱老公听他当初拢是用个讲啊，食补师伊发明这 iPhone 嘛，哦，赚偌济钱呢？哦，声望名望很多啊，啊，大家对伊赞叹吼，伊敢那是真正人讲足牛个人，赚遐尼济钱，哦，得着遐尼名哩，哦，伊个声望很大。但是当伊面伊看病个时阵，倒会病床个时阵，四边拢是迄种卫生个仪器。伫病房内底，伊较感叹：原来我一世人所伫追求的金钱、名望、声望，对我来讲，伫死亡将来临的这一刻的时候，这物件已经无意义啊！这样是我的事啊！那呢，伊倒是做人讲的，搁做遗憾的。咱若有是安尼，其实不止他啦，世间的人，平凡的人拢是安尼啦。就安尼，互你好好过一世啦。啊，所以足侪人在受苦的过程当中，人讲人生是苦海啦，足侪无奈足个。人讲人生很多有很多的无奈，真侪无奈啦，然后真侪痛苦啦。所以遇到这因缘来时，拢会讲，莫来做人才偌好嘞。甚至有人讲我讲嘞，做教有够好嘞，做教够好，教是可怜嘞，为着要教来飞来飞去，啊，慌慌来时阵无得。做教较有较好，伊讲我卖做人啊，伊会感觉做人足痛苦呀。所以为什么有个人拢会惊地龙？因为他活得很苦很苦的。所以卖做人，卖做人得无遐烦恼，无遐悲痛啊。但是你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不来也不去啊。哦，遐简单，你也无了到你的业，业识的清净，你的脾气毛病无断，你无修到完满，做业自在，缘当中。后摆嘛，就搁来来去去啊，来来去去啊，拢全在了，来去都是拢是拢各有遐因缘，拢各有遐欢乐痛苦啊。所以变到达到不来也不去，就是要求解脱啊，求解脱啦，只有这条咯。所以咱人吼，要活出有意义，就是讲伫个平凡的，因为既然咱来到这个人生间，伫个平凡当中要活出无平凡。而是爱选择一条路去行，但是咱人已经拢来到这个人世间啊，咱无法度选择咱的出生，我们无法选择啊。既然来了啊，有个人拢讲哇，啥物人做囝偌好诶，哦，好红眼镜啊，哇，是高台面啊，吼，迄当享受偌好诶咧。拢会讲吼，吼是大人较难趁钱，啊，搁袂当讲吼像人诶，会当享受人生，所以。咱互人生的啦，就是我拢选择，既然已经有这个姻缘，好啦，我是爸爸妈妈生的，就是咱有这个姻缘，活伫这个家庭，咱有这个姻缘，接受这种的、各种的，宿舍的姻缘，咱无人选择啦，但是咱会个人哦，选择咱人生的路边路边，既然来了，那这个路怎么走，我们可以重新选，没有选择。就是讲，咱无爱平平凡凡过一生，咱嘛无爱搁来搁去，所以咱爱有，咱讲爱看物件。但是平凡人，咱讲拢看眼前，看在外在有缘的面相，外在有形象，真的是真的。命运宽细，有真享受，种种的因缘拢是真的，因为伊当咱看会到啊，会当享受会到啊。哦，我会当用名牌，我会当享受会使好车，会当去出去外口游山玩水，要出国去创啥拢会使，会当可以享受啊。大家看到外口的物件，咱讲是看到外在，但是迄是假的。所以咱讲爱看，就是讲咱爱认识真的虚假。那眼光从哪里来？从我们的智慧啊。那咱有地位啊，咱来了解啊。那无地位，你要怎去判断是啥物真的啊，假的啊？所以不要让选择，所以一个有地位的人也选择一条健康的路。所以，咱这节比喻啦，选择现在就是讲选择嘛。好，咱大家，不过一斤蕉、金条，肯定交的头前交的是啥物？嗯，金蕉。香蕉嘛，因为交唔知影金条要创啊，伊嘛袂晓用啊，伊选择金蕉。啊，如果啦，金蕉甲金条，互咱人嘛，一般的人放在伊个头前，伊会选择啥？当然是金条啊！金条会当做过买足济金蕉嘛，甚至会当买咱要需要的物件。但是个人嘛是选择，
阴调甲地位，那得算第三。三地位，三地位。智慧啊，这个有智慧哦。三地位。当然啦，地位物件啊，一般凡夫看无哦。什么叫智慧？地位啥？地位是超越一切知识哦。作为地位，它可以。其实我们自信当中都不具足的呀，那是有种迄个地位哦。那老了咱迄种的因缘，咱修到迄个境界时，咱的地位就显现咯，会当应对在外在一切因缘咯，那会当去转化一切哦。啊，所以咱蛮了解，为什么释迦世尊要出家？以他拥有很多金条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他伊拢有啊，会当享受啊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他很有智慧。伊有地位，伊为着要跳脱人生平凡的生活，为了跳脱生老病死之苦，所以出家啊。因为伊了解金条，伊就是有形的物质，伊有心的，是形而下来，一干的无义啊。遐毋是伊真实的物件，所以有地位选择去出家，所以地位是无价，用金钱买袂到的，是形而上，他是有智慧，所以选择。出家啊，所以咱来看，为什么世间有分出教凡夫佛？哦，伊这三，伊简简单来讲是教凡夫佛啊，他们灵性都一样的哦。因为灵性拢共款，为什么都分出这物件？有三种分别。啊，好，咱算啦，咱要做教，要做凡夫，来要做佛，麻烦咱大家，要当我吗？还是凡夫？还是猴子？你要当猴子哦。当佛啦，智慧要开，我们要智慧要开哦。大家人讲阿哥阿哥的啦吼，阿哥做不啦，啊，我来拜佛要创啥？我们为什么要拜佛？嗯，啊，今日为啥要拜佛？三经修起来，我们要拜。我说因菩萨打进哦，长阿这里哦，啊啊，也是一信的，为啥要大家都要要拜？都是佛啊，如得人真心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拜我，就是要学我，所以咱按地位，要做按按地位啊。所以咱师尊准备讲，地位是超凡凡俗，进哦进心性的转折啊。哦，地位是超越凡俗，进入神圣的转折哦。所以只要有地位的人，伊知影修行，伊知影修行，因为有地位，真了地位，就是讲伊知影。来修行，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有苦的因缘，当中伊会当去体会感受，甚至讲要安怎去了断这个苦。哦，所以一定爱修修行啊，哦修行啊。所以修得，哦，咱来选择一条出路嘛，修观道是人生唯一的出路。这是咱师尊人讲，一人要选择一条路去修得，就是人生的唯一的路啊。所以对咱平凡的当中，行出无平凡。其实啦，咱拄只讲，世界世尊有啥物出家？其实咱买当跟伊同款，买当成佛啦。哦，我们可以跟佛陀一样啊，哦，世界世尊同款啊，咱买当修行，但是咱占有优势。咱占这个优势啊，因为咱这个拄着这个因缘，天都大开普渡，咱在家就会当去，咱做一个平凡人。哦，咱占比他们应该出头体立住啊。哦，下岗上袂当享受，但是咱都会当哦，在家出家会当一家和乐，人讲全家共修，哦，会当享受天人尊乐啊，安尼都比伊较好啊。所以在一平凡中，哦，赶快属龙共修，赶快去趁钱，赶快顾家顾会着。但是呢，咱会当对这个平凡当中，行出无平凡，在家修，咱即。自己是占这个优势啊！啊，所谓不平凡，什么叫不平凡？不是异类嘞，吼、哦，不是讲啊，这他讲无讲，不是所谓不平凡是，不平凡是超凡超俗。那么被流血，那么对着这个世俗一直行一直去，然后流血嘛，对幽冥一直去啦。啊，像个世俗人拢一直冲入去，但是无，但是咱嘛不是要超越他人哦，咱不是要拼赢人哦，哦，不平凡是讲要拼过别人。而是超越自己，超越家己，超越家己的秉性、业识、政治遐个物件，超越家己的脾气毛病。因为遐个物件、业识、政治、遐个业政治遐个物件，包括咱是秉性、脾气毛病，迄是拖落来咱
人世间伫遐作业轮回的经济啊，啊，行上那个不归路的天王，永远的伫遐伫凡间伫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。所以咱爱超越遐物件，所以爱行出无平凡，就是爱先超越家己，超越遐物件。啊，要安怎啊？富贵修持啊，富贵修持，只是因循家己的言行举止。所以爱突破自己的障碍，咱每一个人唔叻，有课有课，大家拢有课啊嘛。人讲大细汉课，拢课无同啊，课课不相同。我讲过，其实都有。大家看，你也看伊看善良，你的外表其实他有，伊嘛是有伊，我人讲起来，咱有知影伊的内心内痛苦，嘛是拢有啊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，啊，即个物件人种下来，所以我们要去突破它。将咱的良知良明啊激发出来，咱的良心显现啦、啊，哦，啊，咱良的良知良明显现出来，咱人讲的会当体贴大众，会当做出更加有意义的代志啊，咱较无白来人生，咱做一做啊，较无空转啊，所以咱今日有参悟修办的，会当互你欢喜无量哦，什么叫做欢喜无量？咱到有当想过？我们要知道。咱如果啊来参悟修办道，咱若有去认真听道理，咱若有伫个甲讲师咧讲的当中，咱有刻意有契合当下那种欢喜，人讲的不可言喻的。你无法度，若讲有体会有感受，迄种物件才是你的，迄叫做欢喜。咱毋知有迄种的感受无？欢喜迄种的感受，欢喜种的物件，人讲无法度用言语去解释的。啊，所以你欢喜的语言当中，你有体会、有体悟，所以你会发觉讲，有得到了，有收到，咱平凡的肉体，咱所注重这外在语言，有带着一个无平凡的真人性，你看袂到的啊，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。哦，这种物件啊，看啊，人做者，什么叫平凡？平凡，平凡就是现象界，包括咱的肉体，包括一切的物质。名利宽甚，包括咱的意识观念，咱的行为。那么这个物件，自由生命咯。啊，你听这个物件，佫会演化出，包括贪嗔痴爱、比较计较、烦恼痛苦、忧苦心思、生死轮，这个边缘的因缘啊。那么无边缘，它是没有生命的，无生命咯，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哦。超越物外哦，超乎人的想象哦，我来想象看嘛呀，来讲一种的物件，你想看无？不想看无的，但是咱会当去体会感受，这种物件叫做绝对体。那若看有现实绝对体，有就是有，人讲形有相嘛，形的有相嘛，啊有相，凡所有相是该是伊讲的，它有生命的。但是这个绝对体的物件是无形无相的哦，是咱的根本地，是咱的不实，看无光无偏无的物件。所以就做大经内底讲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本自不著，本无动摇，明心万法。所以这种的物件，那讲超乎人的想象。所以华不讲，我讲咱修学道会当互咱欢喜无量。因为当咱这个根本，咱的除了这个体，了解咱这个本体的物件了，咱会当人生万法，体会当大用嘛。啊，大用的因缘当中，迄就是万法生出来，这个万法生出来。所以来讲，形有相，形有相，哦，形有相啊，两右边啊，可以两个，它都有一个界限啦、啊。唯有功德无量无边，唯有万法无量无边，佛法不。无边啊，所以这个无边的因缘当中，当中会当啊，个生化更多啊，所以人讲一本会当上满足。哦，这种物件就是安尼生出来，所以安了解，咱投入进去了，咱会感觉讲，咱有这个不行。当然嘛是透过这个因缘，会当对一个大罗汉变成一个慈眉善眼的啦。我用这比喻来定啦吼，我看大家感觉要分。哦，就是讲有一个德亲，有一个德亲人吼，因迄、那个因迄个所在，啊有一个老满，大老满，哦，啊伊咧拢伫菜市啊，赢大，
后壁我从一群细汉，伊搁赤脸赤吼，啊，搁拢现金健康出高，啊，外热吼，拢无啥咧穿衫。啊，咱来看，咱想象迄种的形象，就知影讲吼，这个老外人讲嘞，人生，拢会感觉讲吼，这是恐怖，拢人是不好。啊，大惊伊啊！啊，这摊贩为了要生存，钱高高也无代志啊吼，人讲了钱了钱消灾啦吼，所以大拢惊。啊，一天嘞，这路外面路里咧行，啊，我这个德清看到，啊，路里行，伊刚刚一个后壁要穿细汉了，伊家己咧行，要路里行，看一个阿婆啊咧行马路，要过马路，伊走哟，走伊阿公阿婆阿婆啊，用迄个轻声细语吼，跟他做。做温柔的声音，做人讲做慈悲的人，吼，阿婆阿婆阿婆，我看你过来，看过来，哦，我予迄个道亲看到，啊，迄个道亲看到，伊感觉讲，哦，啊，原来这个老满啦，吼，哎，通伊的迄个啥良心过敏，伊的良心够低啊，啊，无去有抗掉，啊，无完全抗掉呀，哦，这也是讲，就讲伊的起一个念头，哎，这是善念哦，伊就讲有机会要来讲。所以当伊嘛有上少个钱，讲因兜个人听，啊一工去看到伊，吼、哦，伊就人讲来食着好大鱼啊，所以啊，所以甲伊搭讪嘛，啊，伊阵嘛是甲伊一个人，就讲嘞，哇哇，会大诶，拢叫大诶，哦，你汗臭袂歹哦，健康足够哦，哇，啊哥，做人阁毋免穿衫哦，足用哦，有加个热嘛，伊就讲嘞，可能吼、哦，即世间拢无几个会当当比啦。先看学好就对了，哎，即摆来讲嘞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有识识一个，汗臭甲你同款嘞。但是你若爱穿衫寒人，你若无穿衫，但是即另外迄个吼，伊寒人嘛免穿衫嘞，啊，甲你身体有哪作用嘞？伊讲真个哦，竟然有人比我较勇，寒免穿衫，哇！我想要来看这人到底是生，这都啥物身份就对了。啊，伊讲嘞，安尼你敢袂当介绍我识？伊真正嘞，迄道亲囝吼，好大食好大，伊往带伊学堂，带伊到学堂的时阵，就去到学堂，我看到伊人重视。啊，即摆伊就来讲嘞，看到我讲，我来介绍，我来讲哦，哇，人也免穿衫，做人也免穿衫，足用的，迄个就是这个伊人重视啊。啊，当然迄个大陆嘛看到伊时阵嘞，看到那个画像嘛，咱伊人重视种，我想人讲做，人讲灿烂的笑容，吼，啊，跟伊种的。哦，迄个佛像吼，伊看了感觉足感动的，他还会心一笑，伊那会心一笑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即摆在出来这个时阵，一寡德行吼，必茶水，必毛毛巾啦，哦，一一相待就对了，伊就安尼讲啦，我食到这个，无人亲像安尼咧甲我尊重的，吼、哦，伊感觉吼，伊真正会感觉足感动就对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德行就大来求得，啊，求得得了呢。这个亲哥在真真是做真人做弊啊，不真人啊，互伊带互人感觉啦。啊，这真正带落来呢，一大包四个月，伊嘛我无敲电话转去，嘛无甲遐个细汉人讲，一大包四个月，这四个月当中，他做一个大转变，有听道理，搁食素食，有一间要开饭会，开饭会伊呢当中需要采买哦大班就对了，爱采买东西，哦买。规划要用的物件嘛，爱着甲因前人讲的前人准备。啊，我负责来市场吼、哦、买物件，啊，我带几个德清来。哦，伊讲好啊，哦，你有这个计划吼，你要了我嘛是好嘛吼。爱着带德清，带几个德清去到菜市场。啊，迄个摊贩就看到的时阵呢，哇，倒来啊，一久无看啊嘞，哇，啊、最近面上无同哦，啊，四个月无看，啊，我发到钱了，你钱嘛？你发第一四个月补毛病，我看你拢无来，我准备好啊，要补毛伊。我拄补伊时阵呢，即、這个老伴嘞，哇，感觉足歹势。伊讲歹势啦，过期的布丁，唔知影是非，啊，有非三者啊。我即摆嘞，我咧修行啊嘛，我靠伊咧修行啊嘛。啊我嘞，我嘛食素食啦，我搁听即久食素食嘞，大家遐看我感觉傻个。跌破眼镜就对了，啊，所以伊就先来想讲，哦，对一个遐有能耐就对了，哦，遐尼高就对，不然上大路滑，变成一个面相吼，无同。啊，讲刘老王甲慈眉善眼，真的，啊，讲相由心生。
哦，小由心生啊，咱人的心，哦，自身的心嘛生出来，你的面相就都无同啊。哦，伊是大龙王迄个面就是歪歪的，但是修因为修，哦，心的心量无改变，哎，慈眉善眼啦、啊，哦，伊种相貌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尾后一寡哦，遐个市场遐个人啊，吼、哦，感动伊讲。陆陆续续传进了百亿金的，所以他们看，这不是马喜无量吗？所以这个道德力量真的无可限量嘞。那就是讲，这大龙王如果以后都碰到这个幽缘人，这个因书一世人无安的，就这样又没有意义又造业。所以咱这个因缘修完的，我的你一个转性转化，转变就多了。所以呢，虚幻的，买当一个唯利是图、唯利是图的心理人，变成一个红华利生的说法。其实咱道场不真真，我曾经嘛捌看一个，伊泰国咧咧开工厂的，较早唯利是图，对这个工厂拢做刻薄的，我是看伊救得了。哎，他有一个转性的，对这个工厂去个，头啊拢好人，工厂了打招呼伊拢袂差，即摆救得了，做一个转变。看到员工讲自动唔好，哎，就感觉讲，啊，这个房间哪变哪呢，无同款，啊，所以伊就变成一个红发医生的小可，所以嘛是多做一下遐的员工啊，所以真正出侪，咱这个道场出侪一种人，这叫做道德力量。所以在这因缘过程当中嘛是会当吼，咱本身有遐，人讲人的劣根性，贪嗔痴爱不再生根，因为贪嗔痴三毒。哦，三道是第个三条筋啊，所以咱后日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将这个境界断掉，第个境界断掉。因为透过修持的因缘当中，咱超越咱内心遐无好的物件。或者东方华伊遐心中遐嘛是贪嗔痴啊，伊的一样心都恶好嘛是贪嗔痴啊。哦啊，心里六个意识的嘛是贪嗔痴，啊，搁咱平凡人无咧修行的人嘛心中好歹贪嗔痴啊，但是在平凡当中。我们可以超越它，超越这个物件，就是讲超越咱内心太无好的物件，我们嘛是会当它超掉。哦，所以修凡道会当找到咱生命当中的无明嘛，因为咱抓着迄个相的本体啊，实相是无相的，是咱的根本地。咱拄只讲啊，讲遐个物件，因为咱是一个平凡人，哦，咱平凡的人生，逐天拢爱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哦，为着生存嘛，为着生活嘛，哦，这是输呀。那你太打拼认真赚钱啦，但是咱买当跳脱恩怨情仇权利名位的生活，因为咱咧有遐个物件活在因缘当中，咱若无了解实相的问物件因缘当中，有当时啊咧，咱感官道理哦，伫遐争夺、争夺哦名利权位哦，恩怨情仇，咱伫遐咧加分嘛。可是咱一定念迄个相本体，咱了解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切外在应该是虚幻不实，是咱借用伊，是咱需要的时阵去啊用伊，是用伊啊，迄是真正根本的物件。所以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会当融合到咱的哦，面对一切因缘当中，咱平凡，咱嘛是平凡人，啊，咱嘛是一个修道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有遐个因缘。咱修道嘛是爱面对遐个缘，平凡人嘛是爱面对遐个缘，大家拢有缘缘。拄只同我讲，咱大家来关心，咱有几世缘缘，咱做不了的人事，都种伊来，咱拢负会着。所以平凡人伊是衰的，但是伊是随波逐流，流逐随这业识境界的流转。因为要较济嘛，不靠伊缘，哪个伊万难卖嘛，啊底下先比较快。所以在这缘人，那个做业做多呀，你是平凡人嘛。但是修道人伊虽然哦，伊虽然因缘，但佮伊虽然相苦业哦，因为遇到因缘来的时阵、刻薄的时阵、困难的时阵，他会反省自己，会反省家己，做一个忏悔。哦，忏悔缘当中，伊去要转化这个缘，因为伊了解每一个人的缘，无迄个无缘无故的发生在咱的身上。为什么我今日遇到这种的因缘？我们要了解是上辈子所造的因缘，即使要来转化。过去无圆满，就是一定爱来圆满。如果遇到这个因缘，咱就去圆满，未来生更爱。所以虽然消这个苦业，人讲欢喜去啊，成人
点吸收。那安尼，哎，那么你做恶的嘛？哦，没有照心样的咯。所以用啥物去应对？然后水也不变，变水也。啊，这个不变啥？是咱的本体的物件，咱的根本地啊，咱的核心啊，用咱的核心，吼、哦，去面对一切因缘变化因缘当中。所以，变化人修的人，无同款物件，同款来面对，但是面对迄种的心。是凡夫的心，也是佛咱的根本心去应对，差别多伫遮。吼、哦，变凡人，吼、哦，伊所面对伊是拢想要，拢执着。其实世间人就是安尼啊，目睭八丁，但拢是想着家己，都先想到自己想要。吼、哦，想要你就会执嘛，你想要就会执嘛，另外就伫遐咧贪。哦，人的劣根性就是贪嘛。哦、所以无买有啊，当归时阵不而已，抢着，伊个时阵偷盗啊，偷盗啊，啊，就做迄人讲，其实每天社会上的新闻真的非常的多，哦，去人抢，去人偷，无人杀害，种做不好的物件，真的还是很多啦。我以前也安尼，就是有执着，很执着。啊，尤其咱台湾的迄种，讲实际嘛，人讲的外国人讲咱台湾是诈骗集团的天堂。讲的是啊，讲台词啊，防不胜防啊，抓不胜抓啊。哦，诈骗集团为什么厉害很多？因为贪嘛，因为贪嘛，无想要有嘛，啊，只要人用骗你，足侪人用骗你，去用煤气罐，我拢安尼想啊吼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那么咱得当去，咱得看人真拍命做工去去找看哦。啊，讲外要做无，唔惊无地通看，这是我的妈妈拢常常讲，甲咱解释的哦。外要做无，唔惊无地通看啦。哦，咱要做苦，咱若要为着生存，咱人讲出去一家人去做苦，敢愿意做？但是咱唔通。超捷径，想讲吼，咱个应征头啊，是啥吼？对一个所在吼，报纸也是网络讲吼，哪一个地方吼，吼会当做好赚嘞？啊，会当人讲啊，又轻松啊，薪资又高，你得着人个限制啊，去讲吼袂袂着，刷嘞，红蛋嘞，互你带自生自灭。那、哦、为什么社会现象遐尼济，遐尼遐小气？哦，这就是啊，咱人最主要就是执着。只想要就是他，那许多人都不敢放啊，那是需要，我们都需要，人生有人生的需要，那你生活生活的需要，哦，那是有利益，富而好，每一个人的哦，许多人毛是好呀，毛善家，啊，为人当中，人讲富而好，一富一富呢，哦，而且乐善好施。我先好死啊！伊知影讲我，因为今仔日即个福报，但是伊会当烧吼，甚至会当吼去帮助人，贫而乐道吼。因为每一个人也无同款，可能我今世无即个福报，我过较贫困，但是我安于贫，我安于贫，当然我就会当乐道啊。所以变乐道就是安于贫，就叫乐道啊。最修的人吼，平凡人同款爱，喂，听到吗？都有同款各种的因缘嘛，所以面对一切的因缘，其实啊吼，咱就用咱一个本心去应对伊啊。恁修道人啊，平凡人无同款的所在，所以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心中有道，所以修道会当大生活结合在一起。哦，咱是道在过生活，到底迄份生活，所以咱也是。一个修道的家庭内底，咱会将咱的子女、咱的孙仔，甲教育伊的道德观念。哦，伫生活当中，着教育迄个道德观念嘛。哦，啊，甚至互伊了解人生的意义甲价值。啊，咱老师有讲啊，伊修道人、平凡人，甲平凡人同款啊，同款爱惜自身啊，惜去尊严，那嘛是需要遐物件。人讲咧，食饭饭底大嘛，民以食为天，大家爱食。啊，有随意自行嘛？啊，同款来面对各种的因缘，爱面对人事物的因缘变化嘛？哦，活动的因缘。
当中吼，离开遐个物件。所以咱吼，我先讲着食，因为咱生活当中无离开食。啊，食拄则互我讲完讲，阿公来食吼，食饭皇帝大吼，民以食为天啦，大家拢爱食，只食三顿甚至个，阿公点心嘛是咧食。啊，讲着食，吼，我伫遐吼，讲别人咧享受大鱼大肉，我宁愿舒适的。咱阿袂求得进前，咱袂名利进前，咱啊，世俗安尼看拢是正常的啦，大鱼大肉。但是当咱修得到了，咱了解。动物伊个人性甲咱人个人性是拢共款个，只是伊过去世伊做了无好个因缘，甲出世做众生，所以伊个人性甲咱人共款。啊，咱食伊个肉，啊，咱嘛是甲伊结恶个，所以咱袂使甲伊结恶个，咱爱食素食，哦。所以伫食个因缘当中，到另外嘛就无共款。所以咱今仔日。大家拢有考虑，吼、哦、啊！以岁数来看，迄是正常的啦。足侪人讲，较早吼，较早因为我已经清苦足久啊嘛。迄当二十方面清苦的嘛。啊，迄阵啊，甲朋友，迄阵食素食较少啦。啊，同事啥吼，啊要出去讲买聚餐的啥，咱来讲，啊我食素食。啊，你哪敢讲啦？少年人敢食啥物素食啦？吼，伊拢认为讲食素食敢那异类啦。但是我感觉讲食素食足自然诶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是讲了解这语言，就无听食，食伊食哈。而且我做细汉，我阿妈妈来先养老，啊伊就做早就先吼，啊我迄阵讲啊，就教阮妈妈做伙食素食啦。啊所以足自然，哦，到较大诶时阵，咱遐诶大叔就讲啊，时间到，咱来请吼。啊，我妈妈忙来请吼，叫做啥？是同我对阿母啦，啊到真歹。哦，这是这叫做咱那种即个因缘生活的，咱的修道环境、修道家庭是用好的。啊，我做一个比喻啦，哦，咱讲起你的三嫂啦，吼、哦，咱话妈妈吼，然后讲咱大家三嫂吼，啊，伊呢，因家，哦，因家全部拢食素食嘛，从细汉，囝婿、媳妇、孙仔、伊五个孙仔，大家拢食素食，啊，伊三个已经清口，哦，你较大。啊，搁剩一个国小一年级，还有一个中班，还袂清楚。啊，迄、那个国小迄个吼，伊去年读一年级，啊去学校，本来读幼稚园学校就拢有食素食嘛。啊，去到国小的时阵，伊学校那有迄个营养午餐有素食的，哎、啊，就做调查，吼啊，调查下，我营班只有一个吃素，吼，迄、那个小五食素食啦。啊，当伊甲阿妈讲，哎，阿妈讲了，就伊妈就甲阿妈就甲问阿讲，小五。啊！你班上哪里一个小朋友讲素食呢？啊，其他啥小朋友拢无食菜。啊，阿妈，如果你咧食饭的时阵，同学来问讲：“啊，鱼啊，肉这么胖，啊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啊，你要哪讲？”吼、哦，因阿妈就来问了：“啊，肉鱼啊这么胖，啊，你为啥不爱食？”伊就讲：“啊，你你要哪样啊？我小朋友出去了呢，就来讲呢。”我也当然够吗？动物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动物的，是啊，动物那么可爱，你吃会袂吗？无形当中也修到家庭，修到会当生活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安尼显现出来啊。所以有迄自卑心嘛，动物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还会使阿吃。所以，无形当中，伊是倒伫在伊个生活当中啊。所以咱嘛是同款面对各种的因缘哦，哦。咱懂得放下，咱今仔最主要，咱的执着心足侪，就是咱人的迄种，人讲的肉体，就是咱人的执着。但是咱过去个因缘，咱即世因缘当中拢会遇到，所以面对一切因缘当中，咱爱知影安怎放下，会当吼有好的因缘，有歹的因缘，所以咱来万清平定。才能平安自在。你一只要我心安自在，那是伊拢无遐无好个因缘吗？并非是伊无有缘，遐个因缘都无，毋是安尼哦。是讲伊过了足顺利哦，人生拢一切拢足自在哦，足人讲足顺利哦，毋是安尼哦。所谓心安自在，不是他没有遇到遭遇哦，并非是这样子哦，是伊懂得放下哦，懂得放下一切温温暖暖。咱拍拼啊，变成平等嘛，
变成冰冷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为虾米遐尼过遐尼侪阴影、歹个阴影？因为咱毋知影怎讲，咱毋知影怎转念，不懂得转念啊。我哦，礼拜前礼拜，哦前礼拜第一礼拜，我去上迄个人才教育班，啊有一寡学员嘛吼，伫遐咧做分享嘛，哎分享其中一个，伊伫迄个医院去上班，啊伊是护理人员，伊也面对迄病院。哎、欸，伊、那个病人就侪嘛，啊，伊逐天拢用迄个笑容，吼、哦，用笑容，用迄去面对这个病人嘛。啊，伊迄同事看到，因为伊拢会去人关怀，吼、哦，去人关怀这个病人，吼、哦，你今日感觉安怎？你安怎？拢足关心迄种个，互人温暖就对啦，吼、哦，感觉足温馨啦。啊，因迄同事就阿讲个，奇怪，啊，咱逐天拢面对遐尼侪病人啊，病人拢。头壳面暗时遐咧哀，就是遐咧惨。吼、哦，啊看迄种情况，毋知影病院迄种个情形，亲像地甲同款啦。那伊行一撮，咱就知啦。你只要辛苦个，吼、哦，暗当时啊会发牢骚，吼、哦，遐看病人个，人讲袂顺心啊，身体袂，人讲身体袂住无好个时阵，咱会走嘛，会人讲烦躁是啥？啊，所以护理师啊面对迄个医院，嘛爱做耐心个，所以。这个就是伊做有耐心，做耐心，人讲用关心的话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己安慰，啊，搁问好，啊，讲伊对咧艰苦，安怎，啊，有较好无？所以当初看到伊时阵，伊就讲，为什么你拢有法度面对遐尼侪人，啊，你搁有法笑眯眯？哦，我都话要忝死，讲我拢做话要忝死，你为什么搁有法度笑得出来啦？呀，当初我咧想伊，我可以懂得转念，伊今日为什么会安呢？因为过去过去了无好个，所以伊拢会去来安慰，甚至呢，伊做一个分享，他说哦，伊有去照顾着一个，入去病院一空俩，卡一空俩哦，结果愈顾愈大空，愈顾愈大空，清创了，都现在看咧变好啊，结果佫烂伊，一直顾一大空，啊伊就感觉出奇怪，经过他问了，伊就是失业，伫咧待机个。嗯、啊！伊所以就啦，伊拢会当安慰，甲人问嘛，啊有较好无？安怎？啊，即摆人问讲，啊你拢袂好吼？你敢有想要变好？啊，佮人问讲你咧创啥？哦，啊你也来食素食哦，可能好较紧啦。伊就来讲咧，啊我。